儿子。狗仔仔，狗东西，看那个小叫花子。小然儿，报恩吧。然儿，不要心愁。伯父接你回家，我与你从此谁都救不了你，便有家了。这世上容不下阿然。你要是愿意，品心地把我当家人看就好。智难卓。默然，莫微雨，修真界的第一任君王，他制霸天下的那些年，血流飘出，哀鸿遍布，哀鸿突变如风门七杀而成，他的狩猎恩师第一宗师楚婉莹为阻止他的滔天罪行，与他生死一战。真应该看看自己是什么模样。我可以答应不杀虚王，只要莫然，你杀了我吧。楚婉莹，你如今废人一个，拿什么阻我？在你眼里，薛蒙的命是命，我的就不是了吗？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不要再做令自己后悔的事。这一生无论后来怎样，最初是我没有教好你，是我不为此生薛公子，别动怒，也不急着一时半刻，万一莫微雨有埋伏。你们不去，我自己去。师尊呢？我和师尊如此深仇大恨，莫微雨知道。莫微雨，你还是这样，他曾经放弃报答的机会，在众人面前让我跪下认错，还是想提醒我。我真的出红生了，我人生中所有不可回头的事情都还没有开始，谁都还没有死，这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。共去见师尊。闯祸了，弟子不想逃，不想引乱。莫微雨，你真当我不会管束你吗？天问，可曾偷窃？我不曾。你应当知道，对我说谎是什么后果。我偷了。品心烈，智难卓。哪怕再活一遍，还是怎么瞧你怎么讨厌。师尊在做什么？夜游神。可以守护下修界的百姓不受鬼魅侵扰。
死神之巅的规矩，弟子入门满一年，需师尊陪同涉世出魔。这里怎么晚上取经啊？是明客，此处是彩蝶镇鬼司仪造出的幻境，你不要轻举妄动。恭喜娘子，贺喜娘子，青盖如故，红颜白首。师妹怎么样了？管好你自己，一拜一切有我，为天地；二拜为高堂；三拜夫妻对拜；金家新娘入洞房。师尊，又怎么了？不会这就是师妹啊？师尊，你没事吧？骗了我爹爹留下的香粉命格，后来县令的女儿看上了我相公，他们便把我赶出了家门。骗他爹，哪有我的容身之所？我没有想过要害人，只是想和不欢永远在一起。你以为我不知道谁在对我说谎吗？至于告状，想告便告吧。我按律恕人，也当按律恕己。我无可申辩，自愿领罚。你们的灵核趋于稳固，今日唤你们前来，是想带你们前往虚影峰，试着绕出自己的武器。不贵，我来了。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另外两个虚影，我不知你有多深的执念，才能于魂魄里都与旁人纠缠不清。长相思只有一人能够开启，你需深爱此人，且此人也需倾心于你，待你忠诚。师妹，你先试试吧。为何长相思没有丝毫反应？师尊，楚婉莹，为什么独独是你？师尊，真龙棋局，拿他人做棋子，替自己布局。无语，雪滴乱。墨然，快把你抽走的琴扔开。师尊，把你的琴扔给我。师尊，我其实真的不是烈字难改，所以你能不能不要放弃我？墨然，师妹，谢谢你记得我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喜爱你，那你呢？我也是，我也喜爱你。原来摘星流所谓的摘星，就是与他人交换身世。谢谢你在好梦中还能记得我。阿然，你说什么？对不起啊，害你受这么大委屈。阿然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师尊了？他是我师尊，也只是我师尊而已。那你怎么看我？我觉得你很好。雪大了，打伞回去吧。莫唯一，别来招惹我成吗？我是师明镜，用不着人找我。不过师徒，带着你的伞，给我滚！玉鹤，你变成这样，是摘星柳的余毒所致。不要担心，贪狼已经在吃解药了。我消夏思念，此
生之巅前往桃花源封闭修炼的人选为薛子明、莫微雨、施明镜、夏思明。他以前从来没有闭关这么久，你可有些想他了？他这几次受伤都是因为我，我不想欠他太多。这枚药丸可令你恢复一天成年状态。师尊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如果你还愿意，坐下吧，我与你同开。看师兄疼不疼你啊，起了一大早去买的早点，快趁热吃吧。都是给我买的吗？师弟怎么看起来那么熟悉？总觉得在哪儿见过。修罗界是二位第一次试炼。你们会去到两百年前的临安，修罗境所还原景象，是两百年前鬼界的第一次破裂成功，杀掉鬼王。哎，停下！虚惊自破。多谢楚公子大恩大德。阿爹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位楚公子很像一个人？这符能隐匿活人气息，如今鬼界作乱，还请二位收下。我没办法不让我爹起誓的。求求你们，让我见见公子。你爹已经异变了。来人，五行区区六体凡胎，不自量力，是鬼王。所有人不得踏出上清结界半步。是公子，公子。楚寻，你为何要多管闲事，以我鬼界为敌？那是公子的儿子。公子，结界不能撤呀！结界不能撤！哼，尔等效力于我，便可与逝去的亲眷长伴；而忤逆我，便会如你们楚公子一般，痛彻心扉，却无力回天。撤了，大家都得死。除非我死。小公子，对不住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。之地，万望诸君多自珍重。虚惊失话了，有人想害我们，得赶紧出去。师弟，怎么了？你看那边。墨然，先把见鬼收起来。杀人了，杀人了！把他抓起来！死生之巅的弟子有吗？你二人虽有说辞，但十八终究死于见鬼招式之下，还得委屈你关押一段时间，待我查清真相。你师父是谁？他师父是我，死生之巅楚婉宁，请教阁下高招。师尊，这些是？这些才是真的桃花源渔民。之前的渔民都是被真龙棋局控制的傀儡，先离开这里，回死生之巅再说。你说彩蝶镇的人全都死了？无一生还。此事虽非我所为，却或许因我当初触摸不彻所致，与我有责，岂可回避？谁都不许动这个结界！为什么三年后的天炼提前了？我想去帮师尊。
我想去帮师尊。去吧，别离开他，让他护好你。师尊，求你救救他。我去救师尊和你姐姐，要好好待着。师尊，姐姐难不能帮你。关照姐姐。我要走吗？我万一你回头了，你是木头做的人吗？你不会难过？没有私心的，对不对？我万一你看我一眼。我是原来在他心里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比莫微雨更重要。你怎么可以说他不救你？你知道他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回头吗？万丈姐姐是双生的，你受了多大损伤，他还是一样的。离开不看你，你以为是为什么？他知道自己成不了东西，他怕拖累你。师大门派血债，谁顾得上你？是他带着你从尸山悬崖中爬出来，是他浑身是伤，还把最后的灵力给了你。三千多劫成劫，他一个。长街寻未见，那是他带你回家的路。哥，我们再也没有师尊了。这是引魂灯，只要找到他的人魂以及地魂，夫人，你没事。师尊，你在哪儿啊？带他回家。你来了，一会儿抄手下锅煮好了，你给默然端过去。不要说是我做的，昨日我罚他那么重，他若知道，怕是不愿意吃。饿了吗？起来吃点东西吧。你害死了他，怎么还好意思做他做过的菜啊？你再模仿，也胜不了。东施效颦罢了。师尊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跟我回去吧。师尊。跟我回去吧，答应我好不好？本王相中的宝贝，竟然有不识心的来抢。我师尊成家了，若你们顺利走出去，我便不来。师尊莫要担心，你我婚期定是奏效。这一回不会再留师尊独身。
送玉衡长老闭关。送玉衡长老闭关。楚婉宁闭关第一年，蓦然远行。第二年，修真界举办灵山大会，薛莽得魁首。第三年、第四年，蜀中大乱，蓦然重入红尘，重补天力，被世人皆称为墨宗师。弟子蓦然，恭贺师尊出关。师尊，你醒了吗？亲爱的，是尊敬的亲，爱是亲爱的爱。相思何处可及？笛声也风残阳。龙雪山，流水空山落下。你的没给错呀。这上面写的是帮村民务农，你不会吗？那我也不，下个道子。都说了让然儿帮你，你就当出去散散心，走走路。师尊，我走了，你快些跟上。哎，师尊，等等我。师尊，你怎么来了？吓我一跳。这水田里很滑，要小心一点。最喜欢的三个人，师尊，第三个答案是，我喜欢你。阿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少主被罚了。师尊，你怎么来了？那边太挤了，快来和师尊一起吃。他莫不是疯了吧？师尊，明天还能和你一起吃饭吗？喂，你这家伙怎么就这么能演呢？这是谁家不懂规矩的毛头小子？楚宗师在阴神天力使你慷慨赴义，句句当真，敬佩不已。南宫掌门，你我之间早已知根知底，不必寒暄。这位是近年来名声大噪的墨宗师吧？当真是英雄楚公先生，我就免了吧。太会说话，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。好吧。我把他收留了下来，以后他就伴你左右。走，我们练功去。鬼见天力，上修界怎么会有鬼见天力？楚文尼，又是你！五年前你就该死了。这个世界是肮脏的，你想毁了如何？师尊，师尊，衣服我帮你洗了吧。
在黄山发现了薛双林的行踪。楚宗师一定要护着如风门这两个畜生吗？南宫寺是我的徒弟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你要是不想说，不是的，就别说了。谁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我是扯了不该扯的话，也会做一些错事。我是杀了人，我知道，我毁了大半个小镇，你再也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。我毁过你，万一真的有那一天，你要杀了我。南宫寺，如可熟记。如风奇迹，大出界，继而行之，心不开，即使别离，看不穿轮回宿命。师尊，师盟，有人来了吗？恭祝塔前帝君寿与齐天，合披万世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怎样？不是他仙君，你如何就不是他仙君了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也许莫宗师才是一场梦。莫然，把我的身子还给我！你们谁敢叫我杀人啊？你们谁敢叫我杀人了？你撒谎！他的尸骨在哪里？楚婉莹已经死了，被你活活害死了。我没有。这些不是我干的，不然我该怎么办？婉宁，婉宁，够就一百余人的量才把你的意识换回来。莫宗师，你年纪轻轻，到底在怕什么？南宫之气，任何南宫家血脉的活祭都可加固，不是他，就是你。阿四，阿四，你回来！君子一言，要杀成奴的。这不是噬魔之阵啊，这是重生之阵。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他许许了什么愿望啊？什么都不写，白纸。是真的莫宗师，幸会！你夫人死了？难道以为我的时间已没有了？我还会人善至死，让你独享光明吗？你得到过的，是你自己把他踩在脚下，你亲手熄灭了他，我毁了他。可笑！你又怎么清楚，不是他毁了我？你等着我给你的大礼吧。看来我这条命也快到头了。他给你留下了一段回忆卷轴。我14岁那年鬼界天灵，养父替我巡视，却被邪祟所伤。那时年幼偏激，对所有人都充满了仇恨，所以叛出临安，自荐于鬼王手下。因为我的自私，害死了恩公一家人。我在古籍上读到过，炎帝神墓可以造人。我想还恩公一个儿子，就叫楚婉莹吧。14年来，他一直待在吾辈寺，直到某天遇上一个快饿死的孩子。没事，
还有他。那天之后，我再给你一点。婉宁几次与我提起想要下山辅道，这世间和师尊说的不一样。只要再坚持一年，他的灵核结完，我就可以带他去鬼界换回楚小公子。没想到，师尊，他留下一封书信。我想下山游历十日，不辞而别。楚婉宁，你尚不能渡劫，又拿什么来渡人？不知渡人，何来渡己？这些不修也罢。楚婉宁，你站出来！走可以，你要把所需的东西归还于我，要拿走你的灵盒。弟子楚婉宁，半仙身份，逍遥之辈。师尊，你是神木也好，神也好，我会一直都会站在你前面。你知道真相会恨我吗？谭仙君究竟做了什么？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还是那么凶？除非在些什么？没什么。见信如晤，斩信疏言，是什么意思？师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写给薛蒙的。楚婉宁啊，你想他？八苦成分法，魔种。第一阶段，情绪开始躁郁，开始淡忘美好回忆。第二阶段，忘记所有美好回忆，反复回忆人生霸王。第三阶段，变得失血狂暴，寡有底线。没有哪个扭转时空的施术者能得善终，那本座就当第一个成功的。时空一旦混乱，你根本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。即使天下大乱，与本座又有何干？我知道你看不上他，希望他死。本座想要的人，撕裂时空扭转乾坤也要救回来。第一阶段若及时发觉，长恨花虽能拔出，却可遏制，宿主终不知事情隐心。君王何处去？我想回到蓦然更重八股长恨花那里，一切都还可以挽回待遇。师尊，从前是师父没有保护好你，如今我来救你，我不会让你再失本心。不要任我将这些事情分给你，如果可以，我也希望你不用再想起。若八苦长恨持续侵入或人间有乱，你会恢复我所有的记忆。如果你早已知道吾辈四百救你的人是我，吾山殿的那些年，你会不会放过我？莫微雨，你疯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本座想看你们死啊！魔头，你杀了这么多人，竟然还有脸现身？然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必须把你送到天音阁处刑。我的确满手血腥，杀人无数，但除了陈彪既遂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与楚婉宁已无师徒之谊。看他活的那样。重罪之身莫云，今日午时将除褫夺灵核之术。他心君莫微雨，我总是你当真是这世界上最可笑的人。莫然，地狱哪里？
人，我来寻你。若我不能为你沉冤昭雪，我愿意和你一起受万世唾骂。不要别怕，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，生或者死我带你回家。楚婉宁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天道？一统仙尊，你想变成修真界的重犯吗？我已经是了。楚婉宁，你为了救我竟不惜损去自己的好名声，王阳带他走，他对你就那么重要？你是本座的，你最好摆清楚自己的位置。为什么明明高手，你却要为了他与本座再行一战？他伤成这样，你会难受。本座呢？楚婉宁，你为什么不干脆靠了我的心？待莫宗师走了，我控制不了多久。弟子师妹，恭送师尊。你从来没有见过我，从一开始便是我欠的你。师明镜，你的心是黑的。大人，你知不知道为了炼成这一朵八苦长恨花，我付出了多少心血？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但是如果你非要一个人献祭，换我吧，不要伤害师尊。我可以代替的，成为你想造出的杀人恶魔。怎么伤得这么重？明天就别往外跑了。然而和玉衡都还下落不明，这时候你让我坐着，你相信我，都会好起来。死神之天霸凌煞修祭，薛正庸，你还有什么要变的？龙儿，快走！爹，到你娘那里去！快，放开他！你们难道还想当着我的面带走我的儿子不成？楚青，快停下！他究竟什么时候会醒？你要去哪儿？去想办法让太仙君早点醒过来。是你，要是你知道一切的真相就好了，这样就算是早慧也能放心一些。回头吧，放过你自己。长街虚无尽，那是他带你回家的人。关照姐姐是双生的，你受了多大损伤他也是一样的，你怎么可以说他不救你？我用自己的灵魂之力把所有记忆都给了你，或许我的魂魄可以跟着灵河一起融到你的身体里。休想与本座同魂！对不起，到最后还是要和你争夺这具躯体。纵我未语吧，别做大戏剧。你总算醒了。时空生死之门开了。你不是我哥，你还我个性命！去你妈的两个人，他与本座有何不同？小哥，师尊，你终于来了，来得正好。本座多年成就在此一战，师尊，请吧。他在那边享受了多久？回忆疯了。我就在这边被折磨了多久？磨蹭什么？去把剩下的人杀了。你不屑吗？住手啊！你的灵魂被崩溃了。我薛蒙毕生所学，皆为清虚应战。楚婉宁，你疯了！事到如今，你为什么还要杀他？万一真的有那一天，你要杀了我。仙君，仙君，我看你好久呀，你理理我。别，师妹。
污脏至极，殉道之路不可作效，魔门利利。上次为什么要杀我？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快回来，快回来！一个红尘，我说过的，墨然，我来殉你。凡做最烦的就是你，何须你来相陪？墨然。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，你终于醒了。婉莹，你要在那边等着我。去南屏山，我要去见他。人间很好，婉宁，我不要你训我。簌簌山冰雪，渺渺云间月，十里红莲影也枯荣。身前不得见，身后不敢拥，情字原是心生写中。几句征浓多情无情切，在句中渡人渡鬼，何人渡我与深情中。寥寥苍穹，北斗余恨晚夜半城根，微雨此心感知如意的痛。故人为我痴心一碰，竟不敢动容，为同行来弘扬旧时迢递过千峰，爱恨皆尘封。轮回辗转，与谁狭路相逢？我寄人间白雪满头，夜雨守孤舟。君来去，下故乡。